各位同心，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哈。这节课由潘良华讲师演讲哈，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谢谢。啊，咱各位同心，大家晚安，大家好。我叫潘良华。有上过我初级班的课，请举手我看麦。感谢，因为我有两礼拜请假哈，陪阮太太出国出去。那么，无上过举手我看麦，我那几个哈。那么，因为我今仔要讲的是高级班的课，简单介绍讲我家己是平埔族高滨地区的马卡道族的后裔哈。真少人知影有这个马卡道族这个平埔族，较知影拢讲哦，有一个凯达格兰族啦，哈，还是克马兰族。那么我的姓是素姓，清朝赶来，因为阮无迄阵早期，阮的祖先无姓啦，哈。啊，阮祖先拢开住伫溪边河边，所以清朝赶素姓潘，住伫水边的番，哈，就是我的姓，哈。OK， 好。啊，马卡道主，你若要记，该好记，就是马英九卡在平交道迄一座，哈、哦，马卡道主，哈、哦，回家来弄的包死的对吧？哈、哦，好。那么今仔要讲的主题叫做台湾主权地位探讨。那么相信恁若上过初级班，真侪讲师拢有讲过，哈、哦。那么我用我经过。参考咱秘书长所写的这些册，吼，第一本是美国军事占领下的台湾，这本敢那绝版啊，因为卖了了啊，敢那剩一本做看板，下底咱的中央走道呀，吼。第二本是台美关系关键报告，这本嘛，改从迄阵去年要去买一送一，买新台湾论上这本。介绍我来上完啦。那么台湾跟美国关系非常密切。哦，你那这本书你有看过，你就会知影讲，哦，是安那在原来美国对咱台湾伫这个地理当局，哦，中华民国，那什么代志拢改成爱美国的点头才算数，什么都要听美国的，哦，什么都美国说了才算，哦，这本你来看了，你就会了解，哦。那么第三本是台湾最终地位第一册甲第二册，好啊，第三册又出到第三册，但是第三册是拢原版的，就是咱各秘书长各美国，遐看美国律师哈，迄、那个检方甲控方哈，啊原告甲被告的迄个辩论哈，过来新台湾这本，所有你若有心要替咱台湾人以后服务。这本书一定要买来好好看，不一定你读一遍就看会通，可能要读两遍三遍。我刚才都开始咧读这本书，真正都像秘书长讲的，拢你呐困未起吼，一贴足好用的。我拢差不多三页，就开始目睭就咧开始咧雾啊吼，足好，拢免食安眠药吼。OK， 过来。咱民间的官网的资料啦，还是《自由时报》电子报，台湾海外人为遮收集一寡资料啊，来向国语报告哈。好，过来我介绍我自我介绍一下哈。你过去我自称的民进党党员哈，读初中嘛，读高中的时阵。高官要招我入国民党，我拢不来，因为我迄阵对这中国人，迄阵高官拢全外省的，啊，中国人较济，我拢有很大的问号。可能我天生就是反对党，哦，较叛逆，所以高中无加入国民党，去做兵，普陀长嘛要招我入国民党，你若入国民党，好康的拢会轮到你。但是我都袂瘾，啊！我本身学电的，照讲，迄阵若要送去受阮
通行。去上受训三个月，回来拢为迄个一边一定先过下属，啊，薪水一定加差不多50%。我迄阵我会记我一边卡领300块，啊，那下属啊就一定领400块。但是竟然我无入党，无派我去，叫迄个对电拢无了解，毋捌接触着基本电学的人。上一款来去受训，迄个啥？迄个广东人，广因老爸是广东人，中国人就对啊，中国人的后代。哎，当然一定是加入国民党，上一款来去，吼、哦，无通啊轮流咱台湾人，吼、哦，尤其你阁无入党，更加免讲，吼、哦、啊，所以到天哦，那么我迄阵在咧想讲，我想办法买来出国，买来看讲。日本，第一我想要去日本看，因为较早咱日本人管咱50吨，啊，所以我想，那会老一辈，皆是拢足怀念日本时代，拢会海头讲，人日日咱时代是安怎安怎，啊，今啊，哈，当海头，啊，甚至讲，甘愿伸着两粒原子弹，嘛不爱伸着迄粒蒋介石这粒臭石头啊，哦，这。操，这条操地拉比原子弹较厉害，吼、哦！所以，迄阵要出国困难，因为无开放观光，连进口化妆品也禁止。迄阵、迄个时阵哦，音响嘛袂使，早期音响嘛不进口，上早，吼、哦，讲个奢侈品，爱扣重税，哦，尾也是有进口，但是爱扣足重个税。所以以前音响足贵，化妆品也足贵。那么你迄阵若要出国，有三个管道。第一，就是讲你着人才足优秀，外国公司要甲你聘请，请你出国去做经理，做还是特殊的技术人员。第二个，叫啥？留学。哦，你着有钱，啊，你有才调，我都考到吼、哦，外国的学校吼、哦，有我都申请到外国的学校。第三呐。做尊员，啊，我差不多刚才那样选这个做尊员呀，所以我去考尊员。啊，阮这边三个讲要做要去的哦，煞刚才我考过呢，啊去受训，伫个万里吼，金山万里啊受训4个月。啊，我抽签去抽到国轮、阳明海运。啊，迄阵大家拢嘛想讲。上好抽到外国公司的船，第一坐飞机出去接船，哎、欸，差不多35年前啊，吼。第二领美金，啊，我抽到阳明海运，你敢知阳明海运的前身是啥？就是招商局。1970年，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吼、哦，用赶出来吼、哦。那么阿强啊，呛声。所有伫外国然后看到招商局的船啊，伊拢要砍断，因为招商局就是较早中华民国哈，为清朝迄阵就开始就有啊，一直来到蒋介石败退来台湾，嘛是还阁用招商局迄个马古，一个阿强啊加入联合国呛声落吼，中华民国惊着，赶紧用油漆把迄招商局拢糊掉。改做阳明海运，吼、哦，阳明海运就是安尼来，所以阳明海运嘛是国轮，哈、哦、，OK。好、啊，本来我那几下抽到阳明海去跟公司会讲，啊，我买带你这间公司，我买资料要摕，我传染证我要摕走，要来别个公司。结果来到有一个经理跟我讲，叫我一边讲，潘姐我讲，咱这国轮当然是领代票，但是好处就是讲。咱拢大部分拢走日本甲美国线，差不多两个月我就转来一撮。你若去接外国公司出去，拢2单较有转来。啊，你2单转来，你若女朋友可能走去，吼、哦。啊，搞不好厝里的人有的人真的无好，啊走啊，你也无多看的。哎、欸，我想着敢那袂歹呢，你敢讲个有影？后面我就拢照行，反正我要第一个爱去日本嘛。一个去到日本，落船我就开始找国民党啊。我讲，
啊，你好意思讲中华民国是战胜国，啊，日本是战败国？人日本是遮尔进步，赢迄阵的台湾，赢差不多三十年至四十年。所以我对日本作佩服，去向去发现，我想讲，可先欠一个啥物件呢？我想足久，我想啊，无得把声。三十五年前，咱台湾人哪有法度开车的吼？拢自认为讲高人一等，开车拢横冲直撞。我要过哦，叭叭叭，我要先过，安尼无啥咧管啦，红绿灯。迄个日本无得把声，像拢足未习惯，那怪怪，毋知欠一个啥物件。好，我想足久，我想讲啊，得把声无。表示人迄阵三十五年前，日本人诶。水准就拢足悬啦，好。那么佫讲着讲，伫台湾，咱即马，2013年，两年前，好，迄阵八月十五，我去日本的靖国神社，啊，阮为京都坐日本的新干线坐来即个东京，两点半钟的时间，我发现讲，规个车厢有够安静。无迄个拉咚咚迄个声，哦，拢无迄款会吵人的声。啊，日本人输啊，两个咧讲话。你第三只，吼、哦，比如咱坐港牌安尼吼，这两个咧讲话，我坐伫这边边啊，我听袂到因咧讲啥，足细声。因拢无爱，第一无爱吵着别人，维持整个环境的安静。啊，你看，那像咧坐咱咧台湾高铁。现在有比较进步啊！你若两年前咧坐咱的高铁，有够差的。哦，都两年前我伫东京坐新干线，跟伫台湾坐高铁，迄、那个感觉差足侪。咱台湾伫高铁接落电咧，啊、哦，我啥物人啊？等下要做食啥？拢咧讨论者，啊，拢大细声，无咧管边仔人。哦，有个人拢咧今天咧困，电话来啊，咧样。我伫日本那个新干线无听到电话亮的声，伊拢开静音，拢震动的呢。啊，那接电话拢有够细声，好、哦哦，好。那么退伍了，好、哦，啊，伊行船行差不多两年，我就无去走啊。哈、哦，日本人啊，走一阵走过来抓。那么我天生就是。反对党，所以迄阵民进党还袂成立，迄阵有一个《美丽岛》杂志社，啊、哦，等于民进党的前身，我都拢买，开始买来看，啊、哦，咱们迄阵呢，一寡像郑南榕办的这一寡杂志，哈、哦，郑南榕我呢真佩服伊，哈、哦，伊虽然是中国人的第二代，但是伊拢作迄阵宣扬台湾独立的这个思想，啊，等于我那发一挂启蒙，所以迄阵《美丽岛》杂志是第一集甲第二集我有收起来，哈、哦，有收藏起来。但是《美丽岛》杂志，因咧用一个类似一个政党的哈，《美丽岛》政团的时，蒋经国迄阵就暗中要掠人，就是利用《美丽岛》杂志伫高雄咧办迄、那个。人权大会的时候，用高雄的黑道的配合，迄阵的市长，我向迄个市长，我才讲玉芬，哦，对拍咱遐个群众、遐个游行的群众，造成美丽岛事件，哦，啊，甲这精英28事件，咱影响台30000的去，伊后代佫出这精英的时候。伊安怎要去抓，要去抬，要去判死刑啊？我刚才美国出面在动，讲你也好啊，搞审判。但蒋介石嘛是演一出戏吼，美丽岛大神嘛演一出戏，哦，美国人看，嘛荷兰台湾人看。所以你看，即马迄当时的殖民地，即马变质变到安尼，哦，互我足失望的哈、哦。所以，民进党拄成立，我就随加入。迄阵我囡仔，我都结婚，我囡仔还阁抱咧。我朋友拢甲问，问讲啊，你笑呀？你唔惊后掠死哦？来关个生杀无？啊，你无惊是要准备要嫁人去？但是我都
不管啦。我家己一个人，袂得无法度引导国民党，我爱加入一个政党，合众政人的力吼、哦，来甲国民党引导倒吼，所以我加入民进党吼。结果，等柯信良甲施明德咧做党主席哦，我有够失望。一个讲要大胆西进了吧，吼、哦，啊施明德讲要金马撤军，啊要跟国民党要啉和解咖啡。这都违背我的这个心意啊！哈，所以我从开始无咧参加民进党的活动哦，去种我的树啊！啊，无疑我讲2006年，啊，我迄个经过高雄市五一路迄中正地下道啊，要落去进前。啊！迄阵拄仔咧做捷运，爱、啊、咧地下道帮伊，即马完全走变到招电馆，还看了五路一路挂这个机啊！哦，啊边啊拢拄仔伫三角窗，啊才几十支的这个机啊，足大机哦，拢像咱咧遐大机。我想哦，啊这是美国的直销公司人来台湾开分公司啊！我迄阵是安尼想啊。啊！结果我去甲阮爸爸摕药，迄、那个高压药还是伫病院咧等的时，我看报纸，哎，我那个看到这支机啊，写看一个广告写啊，啊，阵在咱秘书长咧选高雄市市长，啊，以后电话有写一个电台的频率，啊，佫要办演讲，了我转收音机来听，哎，这有哪台湾牌呢？我听了佫会吓呢。我拄啊，迄礼拜拜六暗时啊7点，秘书长伫高雄市武庙洪文祠啊办演讲说明会，我着装去听。现场拢分这机啊，分小机个只。迄阵苏南成头前讲，苏南成拢安那支持咱秘书长吼，安那讲啊真精彩。等咱秘书长去讲，吼、哦，迄、那个风采，足像阿扁啊2000年咧选总统迄个风采。你讲安尼条条有理，佮讲啊有够精彩、煞拍啊，佮清楚。我伫民进党内底，伫建国党内底听，拢无听到即款的 news， 拢作死呢，就是拢在讲法律，讲国际法。民进党无即款人才，无咱秘书长即款的讲法哦，照世界即个条约哦、法律哦、国际。这个法律来讲，所以我足钦佩。所以讲，迄机啊，吼，一家有够热的。为讲安尼烧39度，到即马也未退烧，嘿。啊，这就安尼接，差不多得要9年啊，吼。后过我就差不多对咱秘书长9年啊。吼，我一直无放弃这条路，因为看看剩这条路呢，这条路一定跟国际接轨。咱若照国际方式咧行，国际会甲咱承认。啊，你若无要照国际法律咧讲吼，干那家己想家己对，家己啥咧乱弄，要独立，要独立对啊。所以美国讲独立代表战争吼，这是美国人伊的思考是讲，台湾这块土地是我跟日本人安尼拼生拼死，增加我美国人死几十万人吼，啊，尊敢啊！飞行机载落沉落，我牺牲遮大，较摕到底片底啊！伫我手里，你咪甲我独立去对啊！吼、哦，好，啊，咱即马进入主题了哈、哦，来看台湾主管做一个复习了哈，大、哦、真紧的方式来复习。1945年九月七日，麦克阿瑟。哦，伫即个日本投降的迄个密苏里舰顶员咧签投降书，签了，出一个一般命令底下，命令蒋介石部队代表盟军来台湾，哈、哦，受降，来代替盟军占领台湾，哈、哦、，OK。但是1949年，中华民国国共内战书大败退，头前即个来只是合法，经过即个一般命令来，这合法。后边这是非法武装难民非法入侵台湾跟澎湖，
般你若要做难民，你到边界有人来缴械。但是迄阵台湾已经炸伫遮落，拢咱的台湾军的武器，吼，日本军的武器拢交出来，咱无武器。啊，中国军已经伫台湾啊，啊，因国共内战输，规个武装的难民拢走到倒来入来台湾。啊，咱台湾人无法度甲反对，无法度甲赶出来，咱无武器。而且美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何以来？好，好。那么你来看，2013年八月份叙利亚难民伫伊拉克的库尔德斯坦地区，因的难民营是这个情形。这是这个 UN 的联合国难民组织的这个哦难民总署哈，因替这些难民用天道帐篷所搭的难民营。联合国出钱打的是安尼样呢，但是你看中华民国遐难民，哦，中华民国遮武装的难民，因来台湾，咱安怎个招待？上豪华的吼，全世界上豪华难民，你伫北高两市，好来。这个台北市的建国南北路的高架桥，正平这边，大安森林公园。这边你看，佮起佮遮水，这起第二摆啊！较早起的日本时代，像迄乌下厝、尖厝顶的，住到30几年后，嫌讲迄伤旧、伤歹啊，叫咱台湾人爱佮纳税金佮顶起第二摆，起大楼好大，你安尼有水无？足舒适的，迄拢20-30楼的大楼，吼、哦，好。啊，高雄伫翠华路。高铁左营站吼，也是火车站的左营边啊啦，起个遮水，边啊个几万平的这个草坪，互因的囡仔耍。所以全世界上豪华的难民营，伫台湾的北高两市吼。啊，咱的许多人，阮爸爸买起的厝，爱家己去趁钱，家己去买阿门土，买砖啊，买钢铁，钢。租一个钢筋来给你起，吼、哦！因给你臭屁讲，因咧兵啊，讲咧桥的兵咧过台湾。啊，你啊想讲你那是讲甲台湾人啊当作同一级的，那个标准来平等。以后政府起厝给因住，嘛爱起厝给咱的士大人住，安怎？你桥的兵，啊，阮的士大人咧布条啊，发米，下做。米来好，即个兵啊，即个老兵即。啊，阮许多人啊，米卖交出去，啊，恁看恁要食啥？恁干那要徛个兵呢？你爱把所有的人拢当作是一部机器的一个部件，好零件，啊，一视同仁啊，好、哦，结果唔是，因国民党、中华民国就是照顾因中国人，输咱台湾人的血汗。所以现在台湾这年轻一辈，哦，为几年开始发一句话：国民党无倒，台湾人袂好。吼、哦，好，好，啊，咱秘书长头拄仔讲过吼，告、哦、美国了，敢那告美国，迄阵联邦的地方法院吼，受惊，咱秘书长就甲阮讲啊，啊，咱赢一半，咱告了对啊，伊敢甲咱受惊，就代表美国。对台湾有司法管辖权，伊较敢甲咱收件，无咱那么去告英国，英国绝对唔敢甲咱收件，因为伊无管台湾的权力，吼、哦。台湾是还佫美国军事占领，所以联邦典范的收件，比准就讲咱赢一半。结果真正判了，典范的判台湾人无国籍，照讲判这条，台湾爱大地动，结果国民党介厉害。封锁这些消息，台湾人无感觉，咱无国籍，诶，这天大地大的代志。你若讲有人权的规定，有讲每一个人拢一定爱有一个国籍，结果咱是无国籍，吼、哦。好，我这拄啊，秘书长有讲过吼，啊，咱就跳过吼、哦。好，过来，有关台湾地位有一挂国际条啊，甲法律宣言，这位置咱来做一个比较。来，第一，跟咱上有关的位置开始。1895年4月17日，哈、哦，
伫日本的下关所签的这个条，哈、哦，马，哎，中国人讲马关条约哈、哦。第二个，1952年4月28日生效的旧金山和平条，这是前一年的9月7日签，但是爱到过年的4月28日才生效哈。这两个拢是国际条约，哈、哦，下关条约是日本跟大日本帝国跟大清帝国所签的哈，皇帝对皇帝所签的。但是来到1952年，这个旧金山和平条是51个国家签，但是刚才有48个国家当等于的国会有通过，好，所以这个更加重要。虽然比如你一直咧讲强调所有台湾的问题，爱等下到旧金山和平条约来解决，唔是台湾关系法。不是开罗宣言 ，OK。好，过来，台北合约。台北合约是伫旧金山合约4月28日生效迄日讲，伫美国的强烈主导之下，要求日本政府爱跟流亡伫台北这个中华民国政府来签，所以签一个台北合约。但是，伊这个合约是以旧金山和平条约做母约。但是可惜，日华合约就是台北合约，1972年9月29日，因为日本跟中华民国断交，去跟阿强阿建交，所以这个日华台北合约失效呀。好，所以这个也在讲免讲，但是嘛爱写出来，大家知影。好，好，过来会接，过来入界啊。这个干哪？美国台湾关系法是。在美国来讲是一个国内法呢，哈。在1979年1月7日，迄阵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哈。好，过来1943年10月25日开罗宣言，根本不是宣言，迄是一个新闻公报呢，哈。但是中华民国足爱用这个，讲迄当时罗斯福总统答应蒋介石。战后，那甲日本打败，要甲台湾甲澎湖买，献予中华民国。但是你注意甲看，这位置拄啊，这个上低，位置这两个还阁是国际条约，啊，这个事后也难免讲啊。美国台湾关系法是国内法，上低就是开罗宣言，啊，这就是新闻公报呢，敢有效？那是欧美，因以诚信原则。讲出嘴，压过手就算无效，免阁像中国人就爱瞪大眼啦，还是瞪手无啦，免讲出去就准算啊。哦，拄啊像日本时代，日本人来台湾，教咱台湾人三项：第一信用，好、哦；第二守信用，第二守时间；第三守法。修信用就是，迄当时阮爸爸妈妈因哩大人讲，阮若话讲出去，答应你就是答应较惨死，一定要做到到，唔免像即马中国人的系统来台湾，即70天，甲台湾教甲乱七八糟，教甲大家讲话拢无信用，大家拢咧用骗的，吼、哦，拢咧做假，吼、哦，你工程签一个工程合约书签甲搞搞，佫出代志。较早人是讲出话用讲的，啊，一个手就准算。迄阵，那美国照美国的罗斯福的意思，将来那个日本拍赢了，要依照开罗宣言，甲台湾配合交等于，还等于中国。但是可惜，罗斯福也好，吼、哦，因无了解国际法的规定，吼、哦，占领袂使移转主权。而且台湾已经变作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挂袂出去啊！哦，本来有效，但是有效拄着国际法，哦，佮包括中华民国无在条，冻甲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伫1949年就灭亡啊！啊，旧金山合约是1952年才签的啊！啊，你会记旧金山和平条约？中华民国，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阿强啊，拢无派代表去签，好、哦，因为这代表权的问题。好 ，OK。所以，回头拄啊，
安尼来加分贴吼。咱绝对得爱靠这条，究竟哪一条来解决台湾的问题？迄方向较会正确。你若用其他下骹遮拢无效吼，唔通以为讲哦，台湾关系话保护台湾外好都好，迄错误吼。这个观念先给建立，啊，您开看《新台湾论》内底详细的论述哈。好，啊，咱来分贴台湾主权哈。好，日本是依照和平宪法第九条第二项的规定，丧失国家交战权。啊，这只是麦克阿瑟占领日本了，甲改日本的帝国宪法，改做和平宪法，规定日本无交战权，而且未使主动行使防卫台湾之义务。台湾被美国占领，台湾的国防就靠美国咧顾啊，吼，都唔是日本啊。OK。那么美日安保条约是日本伫美国的同意之下，才会当被动履行伊的国防方面主权义务，作为防卫台湾的法源依据。好，后来因签美日安保条约。哦，这个美日安保条约以前拢无讲周边有事，尾啊发现阿强啊，伊个军事武力一直增加国防预算，一直做新的武器，一直去甲迄阵苏联解体了，去甲乌克兰吼聘请足侪这个军事武器的发展的专家，啊，去甲俄罗斯买新的无人机吼，苏凯27这款的先进的战机，吼，啊，所以。发现讲安尼对日本、韩国、台湾拢开始有威胁，所以美日安保条约较开始写一个周边有事，这个周边当然还佫有点模糊哈，但是伊迄个解释的空间，美国人原来做阿生这个模糊政策的对吧？包括对台湾拢用模糊政策，对日本嘛是同款，伊就讲用周边有事，啊，这周边有事周边到外远，哦，上少。巴蜀海峡一百拢算日本爱保护的吼，因为台湾海峡太重要吼，这个是日本的生命线，日本做的物资原料、石油拢爱为台湾海峡过吼。那么美日安保条约正讲就是日本对台湾还佫保有主权义务的具体的证据。所以美日安保条诶体系内底所讲的周边有事，就是讲，那台湾那发生事故代志，就是日本有代志。那么日本哪有代志，就是美国有代志，美国就要出面哈。日本哪跟阿强啊拍开，美国原来要出面来拍哈。所以你看美国今麦伫南海原来打仗的，好，咱做一个小结就讲。台湾正个国际地位是日本天皇所属，咱简称日属。美国军事占领，哦，所以简称美占。啊，但是括号，还个是台湾独立东局，就是以前的中华民国国民党这个系统，我咧统治。哈，好，好，过来咱过来看，美军占领台湾有啥物法律的依据？啊，还有啥物迹象？咱为这迹象来看，哈，一旦看到。就讲 ，AIT 来哦，新的这个馆址哈，一占地两万平，和差不多台湾价差不多七家地哈，开代表差不多62亿，这全世界上贵的哈。美国驻外使馆的建设，在台湾这地上贵，不是上大，但是上贵，上大的是伊拉克哈，伊拉克的这个美国大使馆。因为你知道伊拉克的阿拉伯的回教激进主义，拢会用汽车炸弹，所以美国迄个因有一个大使馆绿区作垮，啊，买入白路安尼，调人做完能翘翘，啊，有外围区、中卫区、内卫区，所以你的汽车炸弹买一条直线加速被塞入到内底困难，哈，绝对伫外口头有安全人员冻掉。那么现在开价就钱，吼，因为伊内底建材完全为美国进口，因为这美国捌食过鸡，伫莫斯科大使馆，哈，美国在莫斯科的大使馆，就是迄阵委托莫斯科的
钢狼者，莫斯科的舰，因的舰载哈，苏联的舰载，结果迄船啊内底拢藏窃听器，哦，拢每一个房间，你咧讲什么话？俄罗斯的这个 KGB 哈，因的国安局的人拢甲你听甲清清楚楚，所以美国发觉啊，唔对呀，规个种卡掉，开始为美国进口原料，美国工人直接去莫斯科施工，所以伊咧赶快来到中华民国吼，你管辖的这个台湾，台北跟台，我要去这个新的内务 AIT 的时。伊拢进口因美国的材料，啊，内底拢美国人咧施工，台湾的工人敢那伫外口咧做围墙，咧较无重要诶，吼、哦。OK， 另外伊咧去的是拢看磅布，不爱互你知影讲内底咧创啥，不爱互你知影。那咧安装一挂新的机密的设备吼，拢伊拢看掉，吼、哦。啊，这是鸟瞰图吼。哦那么，伊这个周期做99年到99年，等于到变200年。这个阿扁啊，做台北市长迄阵，就跟阿扁啊，因有一个福尔摩沙基金会就签的啊，吼、哦。将来呐，气候会进驻800名的海军陆战队，吼、哦，美国的、哦、美国海军陆战队，吼、哦。这根本一个新总督府的架势，吼、哦，无人开价这钱。啊，佮爱要八百海军陆战队来顾吼、哦，啊，等于伊地下室吼，一定防有防核爆的这个功能吼。过、哦、来，伊根本是一个东亚防卫通讯电站指挥中心啊、哦。以前啊，工程安尼一连再延，已经延两年外去啊，吼、哦。就是内底一直咧装一挂。随着时代的改变，得增加新的设施哈。一届电站指挥中心包括新竹乐山迄个雷达站上新呢，也征收范围一定半径3000公里，一定征收去到内蒙古哈。包括连北韩的金正恩领的下这个大浦洞飞弹哦，拢我都征收掉哈。一定链接来到这个 AIT 这个电站指挥中心。包括马坎美国太平洋总司令部在这个夏威夷的中部都会这样连接资料都会这样互相连接 OK 好我们来看看防御性公投阿扁在2004年1月16日宣布基于防御性公投这个公投的内容就首先要让美国看过那也不用让法国英国还是俄罗斯看，都独独爱让美国看过。迄当时，美国一直警告台湾袂使办公投吼，包中央啊就是咧惊这个统独公投吼、哦，啊包括你要用这个防御去公投，美国嘛烦恼啊。那你看阿扁啊，都读高那算袂歹，你不要我统独公投，我来创另外一个。防御性公投，我要发展一挂防御性的武器，要来和台湾人公投，啊，这理由正当，美国真正找无理由甲反对，好，之后之后办好伊，伫2004年哈，320哈，总统打算来办，所以有拿军的手咧，小军讲做公投绑大选，哈，啊，所以拿军的低者。所以这个防御性公投嘛不贵，好 ，OK。过来，咱来看台湾呐，有发生灾难，美军就要来救援。2009年8月7日莫拉克风灾，哦，这武力真吃力。咱台湾平均一年的降雨量差不多2000毫米，一天两天啦，伫高屏地区，甲你落2000到300毫米。一年外的量，两天做一届，安尼落来，所以不该哦，天崩地裂安尼吼。小林村、麦村 ，OK。那么马英九通令各驻外使馆讲，无要接受外国的救灾，讲钱来就好，人免来，你看这人偌爱钱。
哦，我看这里吼，来，哦，拢假作书文的。你注意甲看马英九那咧讲白贼，拢作先困的，作先困咧甲台湾人讲白贼，啊，台湾人都好骗的，吼、哦，拢要骗的。所以咱台湾人有够，讲起来我那有够含慢，咱竟然转。两任的美国人做总统呢？马英九七月七，好不？美国要甲追税金嘛？伊税金爱留无美国呢？因为美国人啊，唔甲美国要甲征收伊的税金嘛，伊的所得税啊，伊的绿卡要好。你看蒋孝严的囝叫做蒋万安，这个原来要选立法委员。伊家己都要公布伊，讲伊安怎丧失伊个绿卡，吼、哦！伊都要公布伊什么 I407迄个伊迄个卡，吼、哦！马英九拢免，马英九干那公布用的七号，干嘛呢？个只人身体作用诶，健保卡拢无用，啊健保卡七号。对啊，好，那么伊迄阵有意思，叫其他国家卖来，要中国解放军入来台湾，借这个机会要入来。但是美国嘛，毋是省油的灯啊，美国有两千几个工作人员伫台湾咧收集情报，吼、哦，所以美国谁知啊？吼、哦，随美国广播，随派军机军舰运送救援物资来台湾救灾。啊、哦，另外这为琉球啊、哦、加索那空军基地西腰山洞的历史型，我、哦、这做偌济啊？这内底这样第几啊只战车？哦，伫屏东潮州这个散训基地，以前美军阿伯为台湾撤军的是美国这款西腰山洞飞机，不是就底下空投战车、伊布啊车。我、哦、降落伞哦，是一般人的三倍，啊个三粒，我足大粒的，迄一个降落伞可能通规个高级再大粒，安尼飞足低哦，迄、那个伞先甲放好开，开了准规个箭车准要拖出去，啊拖出去，迄差不多飞差不多三四十公尺高呢，就随多开啊，就差不多就到涂骹。哎，等嘞！我那阵伫边啊吼，哎，做囡仔时啊，伫遐咧树啊，等落吼，我就会感觉地动迄个感觉吼、哦。所以这个无人机我足熟悉的，足偌只，啊，拢载一挂防水材料来吼。迄、哦、阵水灾一挂厝拢歹，一定爱加搭一挂临时的避难所，爱防水，包括你看伊个超级种马无人机、哎直升机啊、甲军舰来吊怪兽。鲁托基要调去纳马夏，好不好？小林村呀 ，OK。啊，你想，美国的国防部迄阵通知中华民国救难单位讲，我美军要去救灾，去台湾甲恁救灾。啊，恁台湾的救难单位看我美国的对口单位是美国国防部，哎、欸，这跟一般的认知不一样。因为一般美国若要去外国讲救灾，美国有一个美国救难总署。啊，那即个外国的台湾发生灾难，太美军国防部出面咧救。原来就是台湾是美国军事占领地，是美军国防部咧管的，所以就变美国国防部爱出面，看中华民国。诶，救难单位是一个对口，唔是美国救难总署。好，安尼了解。为者来量印制讲印证，美国要阁是《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十三条 A 所讲的，是台湾的主要军事占领全国。啊，啊有主要，一定有一个次要。中华民国迄阵，蒋介石迄个。麦克阿瑟一般命令兵连伊派部队来，伊就是次要占领全国，因迄阵同盟国吼、哦，
美国跟中华民国是同盟国。好，那么军机改量随意出入他国领土。啊，你注意啊，看两三年前，好、哦，土耳其一架战斗机，好、哦，不小心可能靠近叙利亚的这个24海里的这个领空，都由叙利亚社会团给拍灾了。啊！你看美国的军机，安尼头拄啊，你甲看直升机也好，运输机，迄种军机呢？啊！你也想，美国人买几排迄个台湾救灾，啊，迄伫台南空军基地，美国人的飞机买来台湾，唔免甲中华民国的航管单位申请，因为呐，我是头家啦。我头家当时买来，在我头家意思，唔是你下卡新的意思，哈。好，过来，咱来看2012年5月20日，迄个波，美国军机搁再一届降落伫台湾。其实，这个军机是驱逐机，因为那届驱逐机那届美国空军的行政专机啦，哈。哎，这个载什么人？这个就派。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主席罗斯连廷呐、啊，共和党的哈，率领国会议员来台湾祝贺马英九连任台湾治理当局局长的登基典礼啊。以及是台湾关系法内底所讲的台湾治理当局的局长呢，哈、哦，唔是啥物总统啦、啊，伫美国咧看恁是局长呢，哈、哦。啊，你注意看，迄、那个典礼是下早10点，啊，因下晡才来。表示美国根本无看马英九，啊！你都我细汉的吼，算讲美国人无也无介生意。美国就是讲，啊！你都你登记典礼，你都去登记典礼，啊！阮下晡较来。咱若讲请人客，咱娶是新妇嫁祖囝，啊！咱若请中道，啊！这个贵宾讲下晡过道较来，还是啊下暗较来，啊！表示无生意吼。哦啊，开始美国并不把马英九看在眼里，哈、哦。过来，咱来看2010年三月日本的核灾，哈、哦。啊，美国撤侨入来台湾，而且佫自设海关，哈、哦。迄阵中国人上惊死，中国上大声撤侨等于中国。啊，法国嘛撤侨等于欧洲本土，啊，嘛一部分撤去南韩。啊，那么现在美国。AIT 伫前一天就宣布讲，停止所有的美国签证。迄阵还阁无电子签证哦，你拢爱人排去 AIT 排队去啊面试。啊，前一天 AIT 就网络公布停止所有的美签 ，AIT 的人拢走去桃园机场，家己设海关，好无？因家己咧验因美国人、美国公民，因的主人验伊的证件。正确就可以入来，吼、哦！中华民国海关靠边站，为者你会当看到讲，诶、欸，哪安尼？海关是代表啥？代表一个国家主权行使的一个象征，吼、哦！咱来看，现在美国无要就近撤侨去伊美属关岛，还是伊的夏威夷州，伊家己直接走去。台湾的咱同国际机场自设海关啊、哦，海关是国家主权行使的象征。流氓政府的海关拄到握有，啊、你注意嘛，握有非拥有台湾主权的美国无权对丧失执行管辖权。你注意嘛，握有不代表拥有啊、哦欸。我有读些点爱批点的，就讲。你看了假如男女朋友手牵手握有、哦、不代表拥有，因为人对方也无讲要嫁你，查甫嘛无一定讲会甲你娶、哦，所以握有不代表拥有哈，要记好。包括咱去超商，咱摕一罐矿泉水，咱买最大买来买一罐矿泉水，你摕着握有，但不代表你拥有，因为你还要付钱，对不对？你就要等你钱付了，你靠资格拍开饮迄罐水，吼、哦，这个
法理的观念就是按那爱分得清楚，唔是摕到就你的啊，啊唔是，你也要付钱哈、哦。好，那么美国这个主人随时要回来，看门国，中华民国无权来审查主人。咱若回来到咱当，咱到的门口，是毋是咱锁匙压咧，就门要开，就要入去啊？咱敢得阁问讲，咱饲的只狗，哥哥我敢会当入去？唔免吧？咱当然开得入去啊！中华民国顶个真正是替美国咧顾即地，替美国。美国迄阵叫蒋介石派的部队，是美国委托伊来顾即地土地，卖向别人。包括阿强，卖阿强啊，抢赢了，对啊。所以美国是头家，所以这个你也当个讲，台湾这栋大楼，哦，国民党这个看门狗蒋介石也好，都蒋介石来第一楼的管理室做警卫，来顾这栋大楼，顾伊到今年已经七十栋啊，哦，1945年到今嘛2015年已经七十栋啊。敢有可能讲，这个管理员讲直接过七十栋，这栋台湾大大楼讲变作伊的，无可能。永远你就是管理员，头家要阁是日本天皇，这块所，这块台湾大楼所有权证的名要阁日本天皇。只是这个所有权证许个，因为证书等于跋书叫无现金赔人，这个所有权证底下伫美国的手里，知影这個意思？底下伫别人个手里，哈、哦，所以管理员无主权，管理员无即个台湾大楼个主权，无，伊抓头抓尾无名，旧金山和平条个，伊连你签名个资格都无，所以中华民国看阿强啊，对台湾抓头抓尾拢无名，哈、哦，好，过来咱来看，2011年哈、哦，十月二九，美国空军个。加号机 KC-135 降落上台北的松山空军基地，这有雷无？这架加号机是安飞足足足外足外只的，迄油站甜货，迄是我当的，是安怎会飞来松山机场？记者伊个问 AIT， 迄奇怪 AIT 讲民间单位，啊，啥物美国代志都拢爱去问 AIT。AIT 讲无啦，阮都内底一个官员的红孩仔囡仔患病，要送去用这架飞机要送去日本要去遐治疗，骗笑的。咱台湾医生拢袂晓医囡仔，咱台台医生拢作敖的，吼、哦，严重遐嘛真敖，无在了医一个囡仔吗？其实是这架飞机调工油站的甜甜，要来去松山。军用机场的炮弹会堪你我咱邓看会歹袂啊？而且伊一般飞行机，无论你要起飞还是降落，绝对是逆风起降。风若安尼飞，你就是爱堪伊对冲，安尼飞行机要飞去速度较紧。你若逆风一定你起降拢绝对逆风，你若顺风足危险的。你若降落顺风有些。向一个大风落来，甲你刺落，你撞落地，有时迄个链啊就凹断去，吼、哦，迄、那个起落架凹断，有时啊撞摔就规个断一个断折，吼、哦，断做两过，所以绝对是逆风起降，无人咧顺风。但是直接买落来，吊钢就是顺风。要试看讲，我伫顺风，我满载，我爱动偌远个动啊！卡袂冲出跑道去弄围墙，伊要掠迄个参数。伫上歹的状况下，将来我要载上重的，那413栋，比如我要载战车几啊只，吼，啊是炮车，哇，榴弹炮的炮车，我若要紧急状况要支援台湾作战的时，重机械要吼，重武器要入来，会砍入的，炮弹会逼入的。而且伊要起飞嘛是顺风起飞，即只嘛是咧掠参数。我伫偌大个马力，安尼
伫顺风，顺风一定爱拖行较背起哩，爱拖行，弄咧两只参数，唔是咧为着一个红眼啊，即个美军为着若要防卫台湾的时，需要快速运送重武器入来时，调工两只只来去中山机场的即个参数。松山机场是算足歹起降的一个所在，因为台北是盆地，你要掠角度对，闪过吼，即、哦這个南口，即、這个台地落来，因为你若起飞，不是呐，飞无好会弄迄个中央山脉吼、哦。好，过来咱来看台湾关系法第二条，美之六甲四规定，维持美国的能力，以抵抗任何数字武力，也是使用其他高压手段，以危及台湾人民安全甲社会经济制度的行动。这条，真侪人拢哦，学了这条讲，美国就是用这个台湾关系法这条来咧保护台湾。无唔对，1996年台海危机哈，克林顿就是利用这条，因为阿强啊。封锁基隆港甲高雄港，这对台湾的经济甲民生有种重大、真大个冲击。因为咱的外销拢爱靠这两个港口，咱的一寡产业上生产的物件拢爱为这两个港口出去。封锁咱的物件无都卖出去，台湾人、台湾的经济崩。那么咱的粮食自给率32%-34%呢？哦，你呐，丰收会当34%，就是讲等于咱1/3的这个1/3的这个粮食，咱家己会当生产，剩的无够的，然后66%，啊为国外进口。那么咱利用丰收，阿强甲咱丰收，加人讲，高人讲，是不是讲咱粮食，咱头战备粮头6个月，半年以后？咱把这些战备粮吃了，咱本来一天吃3顿，进口的那2顿无法度入来，战备粮吃了，靠咱家己的粮食多，一天变成能当吃1顿，安尼台湾人有的人会枵死，啊、哦，甚至为了粮食，咱家己就内乱，家己就内战，哈、哦，所以这危及咱的人民安全、甲社会经济制度。那安尼，一阵啊，美国会将出动部队来防卫台湾，所以唔卡克林顿虽无经过闽南个要求，伊虽派两架航空母舰战斗群出来过台湾，啊、哦，伊美国若出动一架航空母舰战斗群，是咧个咧这个国家经过，你卡差不多了。我若出动两架出来，就是要甲你输赢，要爬来无要紧，好、哦，好，好，这。这条就是等于美军赴台的法律依据哈、哦。好，这嘛是美国以作为台湾的主要占领权国，伊有这个权利，嘛有这个义务哈。别、哦、的国家无这款权利哦，哈、哦，伊嘛无咧管理，英国无咧管理台湾的生死哈、哦。OK， 好的，好来，拄我先拄我讲啊。这个克林顿总统依照台湾关系法头拄啊一条，哈、哦，有权派2艘航空母舰战斗群来介护台湾，哈、哦。啊，咱来看伊当时，哈、哦，两架航空母舰通过台湾海峡，啊，一个是在为我台东外海这边过，哈、哦。好，好，那么美国根本是一个中间人，哈、哦。台湾伫咧当局的总统。无论两蒋也好啦，哈，还是李登辉阿扁啊、马英九，拢爱看美国的目色。美国对台湾伫咧当局说三道四，什么都美国说了才算数，嘿，真奇怪，哈。我们来看2000年5月20日，哦，迄第一届台湾人阿扁啊去选到中华民国的流氓总统，伊所讲的四不一没有。这根本是受到美国的操控，美国的指导。哦，迄当时阮这独派吼欢喜个，哦，终于台湾人做总统啊，台湾人要出头天啊。哦，所以阮迄天
就咧看转播，看要看咱台湾的总统阿扁啊，要讲啥？我去你甲你讲四不一没有，阮大家拢倒向呀。靠腰啊，扁啊要死！人国外总统啦，去你就讲，我起来要做这個，要做这個，要做这個，要让咱所有的全国的人民幸福、快乐、美满。搭个阿个爸爸，干那伊去讲，啊我这不爱做，这不爱做，这不爱做，啊、靠腰啊是咧是咧酸会大的，所以有够失望的。来，咱来看伊到底公事不一没有是咧讲啥？伊讲不宣布台湾独立啊、哦，第二两国论不露馅，第三不举行统独公投，我、哦、这绝对是美国动掉掉这哈。哦第四，不变更国号，还有啊，不，还是选一个放屁总统啊！我够失望诶。好，过来，没有什么，没有会统一纲领、国统会的问题。好、哦，而且都都无名，四不一没有。这哪无美国底下不要咧操控指导，讲叫你你得来公家搞。等挂保证就对了，甲美国保证讲我袂创这违反美国的利益的，这拢你若甲宣布独立，美国就莫咧烧啊呢，伊无派兵来袂使啊。啊，两国论不如先，你袂使甲我讲你是一个国家，讲一个中国啊，一个台湾国啊，袂使。袂使举行统独公投，美国足知影，统独公投内温输的啊，一定是统派较济啊。因为咱这七十年来，拢有国民党教育教讲，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对吧？所以2300万人内底，你甲讲300万是纯的中国人，剩咧2000万的台湾人，其中有一半1000万人。去予教育，甲变中国人，去挖中国人个。所以现在咱过去，那大选吼，总统一对一的，台湾人拢会输个，吼、哦、较济。就是一半以上变1300万人是变中国人，啊，其实因是300万，占无到15%的人口数。咱选出300万，2000万人选出300万人，这就是台湾人读个无清楚。你去咱的婆啊吼，小学的迄个作业簿后壁拢写一个，做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对吧？个性都要做中国人，较堂堂正正，啊，若做台湾人拢歪歪曲曲，莫名其妙哈。好，委任占领的这个授权书，1979年以前哈，美国承认流亡中华民国。所以根据以前流传下来麦克阿瑟一般命令第一号、哦、那个是委托占领的授权书，但是1979年了美国跟流亡的中华民国断交，所以以前那等于等在里，所以美国要赶紧他们国的赶紧制定一个台湾关系法来替代麦克阿瑟一般命令、啊、这个台湾关系法，伊个本质嘛是代理美国君主占领台湾一个授权书，好、哦，好，那么跟中华民国断交，就别再去讲中华民国啊，哈，别再去称中华民国，干来将改称台湾关系法来拢讲台湾治理当局，哦、台湾关系法来底拢讲台湾治理当局，所以即卖美国哪里讲了台湾？就是在讲台湾治理当局，不是台湾人，吼、哦，台湾人唔好会错意，吼、哦，自我感觉良好，吼、哦，啊，讲了自我感觉良好是马英九，吼、哦，做到自我感觉良好。我请问各位，马英九统治这七年，恁过了好无？好牙齿我看，还无嘞吼，啊，歹牙齿我看嘛，哦，全歹，啊，这歹有原因，我来讲一下马英九的故事哈。在美国开一个显微外科手术的这个国际研讨会，啊，也不是啊，下午茶时间哈、
啊，都有三个医生，一个日本的，一个美国，一个台湾的，都咧底下卫生啊吼开讲。日本的这个就臭屁讲，哦，阮十年前，我有一个五岁小朋友，啊，跋落去地铁吼，坐那叫坐那车，抢救搞到脆脆脆，阮用前面手术甲接甲好了吼。十年后去世界钢琴比赛得冠军，表示接了足好个吼，足灵活。啊，美国这个就换美国这个起来陪讲，阮二十年前，吼，我嘛有一个小朋友，啊，都敲弄一个脚脆脆脆，啊，阮甲截肢了，阮用鸵鸟个脚甲接起哩，啊，伊参加奥运比赛。招标嘛得冠军，我们接了足好个吼。啊，即嘛等看台湾这边那臭屁，台湾这里讲，我嘛二十年前，我有一个20岁中，迄个嘛40岁中壮年人，车弄一个头壳破，脑汁拢喷出去。啊，阮用 D I 脑个移植入去吼。了，即嘛这个伫台湾咧做总统。低脑用低脑甲导去，啊！这就是咱即马吼，即几年吼，生活都歹，爱都用低脑咧治国，吼、哦，迄、那个叫做马英九啦，吼、哦。好，啊！即马你甲想，即个人吼、哦，连陆荣啥物话拢唔知，竟然讲陆荣叫做陆个耳光毛。啊，所以，伊即马用毛咧治国，连猪脑，唔是猪脑咧治国，佫较食咧用毛咧治国。即马伊任命一个行政院长叫做毛治国，对无？所以用毛咧治国。哦，啊，上趣味的就讲，去年九合一选举输甲国民党输甲痛苦，马英九不得不辞个党主席。啊，即马话。朱立伦去咧做党主席，我说每年民进党若要选举，也通用杀猪拔毛。伊个朱立伦做党主席，啊，个毛志国咧做行政院长，吼、哦。咱较早蒋介石叫咱爱杀猪拔毛，反攻大陆杀猪拔毛，是朱德甲毛泽东嘛，吼、哦。诶，这历史的趣味哈。即马，日本政府继续要来搁咧通知台湾哈，包括李登辉、陈水扁，伊嘛是咧通知台湾，伊代替中华民国日本政府的总统，以及做中华民国日本政府的总统，你唔好搞不清楚，就是讲台湾总统唔对，台湾唔是国家，所以无可能有选总统。来，搁来咱来看，2008年这。玉山四号政经并推，阿扁啊邀请马英九，马英九阵已经选掉啊，但是还未就任哈。马英九拒绝，但是 AIT 的处长杨树立堪比军的官员，已经坐云豹装甲车进入横山指挥所观察。横山指挥所是中华民国军队的系统上观看的一个指挥所，啊，这个观察。我认为是爱个改做视察，因为呐是上级指导单位，杨树立 AIT 的主管，好、哦，堪比军的官员来视导、视察、指导，恁的玉山兵推看推了好唔好？好、哦，所以你也想，迄一个上机密，一个衡山的最高指挥啊指挥所，会点个外国的军官入去内底？所以，为这你来看来讲，是美国在后边咧视察指导，唔是干呐？这记者所写来讲，我在观察，根本就是视导、视察跟指导啊。过来，迄个美国下令涂销中华民国国徽、中华民国各式军事武器，啊，这汉光演习，这军徽，它的不是国徽啊，哈，拢有美国下令噶。叫伊来浮掉，
依稀可见哈，也搁看大概看得到迄个痕迹哈，包括这些痕迹拢也有哈。那么现在也有浮雕，哦，这是美国伊国务院伊跟你讲的恐怖组织的三个要件哦。第一，唔是国家；第二，有武器；第三，伫当地征兵。哦，咱来看宾拉登，宾拉登唔是一个国家，伊是一个开打组织哈。宾拉登有武器。宾拉登用伊个回教迄个主义哈，咧吸引一挂少年嘞哈，迄激进派的人来加入伊个部队。OK， 好，啊，你甲中华民国倒起咧，中华民国唔是国家，中华民国有武器，佫是你美国卖伊个。中华民国伫台湾配合，叫咱个本土台湾人去做兵，去啊征兵哈。叫做义务役，啊，所以都要看恐怖组织。你美国跟你讲的三要件都要下下，咱必须要跟美国建个。你若阁叫我台湾人去做兵，吼，啊，你武器你阁买，吼，我改过，吼。但起码你买武器，咱拢买了足贵的。迄阿帕奇一只好二十亿台币，咱买三十只，吼，拢来开六百。其实免开遐侪钱，其实伊是拢有加足侪预算伫内咧，迄等于就是保护费啦。你用一个名义讲叫你买武器，其实是咧交保护费。美国咧保护台湾，唔是中华民国国军咧保护台湾。好，啊，变个特别下任进程嘛，刺杀飞弹引起美国的关切哈。这2011年5月记得。这个《防卫周刊》哈，报道在阿扁啊要下令的前一两个月，下令试射一个中程飞弹，遂引起美国关切。美国遂派国务院一个官员来台湾，国防部查证，这是记者写，这讲是袂使写台湾哈，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国防部啊。迄阵呢，阿扁啊。派任的国防部长叫做蔡明健，伊讲美国刺对台湾刺杀飞弹作关切，来到伊办公室问讲有刺杀飞弹，伊甲讲有，但是干那刺杀啊无正式生产。伊当时保证，甲美国官员保证讲，阮台湾的飞弹干那用来防卫而不是攻击。真正足低声下气的，咱。一支长矛安尼，无甲来来尖尖，讲爱去甲美国讲，啊，我这无甲金丝丝来尖尖，这是咧无好看的呢呐。干嘛呢？无甲要死，啊，研究甲要死，开足多钱啊！哦，竟然爱去讲，我这干呐防卫呢，不会攻击。最佳的防御就是攻击，就是最佳的防御。竟然咱的国防部长。就要這樣低聲下氣跟保證說沒啦，我沒事情，我不會把這支他們堵啦，這樣你看台灣實在可憐。我們台灣人，我常在說台灣人夠衰，台灣人是在替美國人在過前線，因為我們是美國的第一島鏈，很重要的一個防衛的位置，從南韓、日本、琉球、台灣到菲律賓，這個第一島鏈咱台湾人替美国顶个咧过大门，台湾人佫爱家己交税金去甲美国买武器，啊来徛卫兵过大门，佫爱家己炸便当，啊你看有衰无？好，那么受到美国管制军事武器发展的国家有韩国、日本佮台湾这三个所在，啊足拄好你这三个你甲加做伙。都要大日本帝国，啊，对吧？好，啊，咱来看下伊关键上面内容。好嘞，飞弹射程。韩国以前美国干那限制伊会当做300公里的飞弹，好，300公里起嚟袂当做。好，到今年天安舰事件发生了，美国放宽。可以会当生产800公里的飞弹，
但是你若八百公里，你敢会当载弹头三百公斤？啊，你若做五百公里的，你会当载五百公斤的弹头，哈、哦，就是你做愈远的愈细粒，你做愈近的，你就会当载较大粒的弹头，哈、哦。好，啊，过来。另外，咱的飞弹这个射程，头拄啊，咱咧讲的，咱干那试射中程飞弹，美国就出兵，就来咧动了，吼、哦。过来，核武研制，啊，你注意哦，这三个所在拢有能力制造核武，尤其日本，哦，日本三一零大地震了，他发言讲，夭寿哦，日本创作者武器级的布，因遐个。核电厂所生产出来遐，会当阁经过炼制的这个核武器的布的原料，加加起来，会当那美国稳准给日本做原子弹核武器，伊遐的原料会当做千几粒的原子弹。那么这三个国家拢有法度做核武，包括蒋介蒋介石，伊口口声声拢甲全世界讲。我中华民国未制造核子武器，输下伫清大，包括中山科学研究院有一个核研所，内底一个副所长吼张献义，伊就是美国的吸收的 CIA， 伊去美国留学的时候，就美国 CIA 吸收伊啊，所以做到伫中科院内底做到副所长，伊收集足侪。蒋介石嘛，蒋经国偷偷啊咧发展核武器的资料，收完全了，迄阵定要成功啊，伊甲美国报告，美国随甲伊用秘密甲伊运去美国吼，甲保护起来。一礼拜哦，随配合联合国的这个核子检查的委员会的人，随来到台湾中科院去甲遐。核武器的研发设备、遐仪器设备拆掉，佮把迄个核子反应炉拢暗度封起来。啊，啊你佮想，美国是安怎敢安尼做？伊若唔敢去北韩，哦，去佮封伊的核子设施，那唔敢去伊朗封伊朗的核子设施，就是因为台湾是美国军事占领的，台湾这个所土地所有的。军事武器，吼、哦，拢爱受美国的管制，啊、哦，所以核武器研究本来，蒋经国是要发展了这刺猬战术，就是讲，我原来原子弹，你阿强若敢拍我，我的原子弹若要来射上海、广州、福州，原来互你死伤一片，啊、哦，算或者要死大家来死就对啊，吼、哦，变化蛮安尼。你若敢，我嘛敢。OK， 好，过来第三，战争的时阵的军事指挥权，韩国军和美军伫韩国嘛驻军哈、哦。那么平常时指挥官是啊，韩国的指挥官。那么若到战争南北韩哪个展开，就美军的指挥官去来指挥。啊，这个都有，本来是2014年，去年，因为三年前就讲好啊，讲2014年的时候，要甲军事战争的时阵的指挥权要相当于韩国军，结果因为天安舰事件发生了，韩国军主动去甲美军要求讲，万请交货呢，那看北韩小战，也是你美军来。做指挥官来指挥，看北韩的小战哈。哦，另外，所以这个军事指挥权哦，嘛是受到美国的控制，包括中华民国的军队啊。你美国的想定是讲，那真正讲中华民国空军失去空优啊、哦，海军啊失去海优啊、哦，阿强要登陆啊，要安怎处理？美国的想定是讲，上好是你伫台湾西部海岸
往内撤退十公里进攻，你的军队啊，八成拢进攻拢走，让我美国来处理就好。安尼我美国电话较好拍，较袂误及你中国军哦。啊，都按秘书长讲的，咱台湾所饲的这将官退伍了，拢走去中国苏州、杭州呀，遐有一个将军村。现在看阿强啊，解放军把酒言欢，讲国军、共军都是中国军哦。啊，你看，咱真正钱要去搞部队哈。好，那么像那阿强啊，敢那敢拍啊？伊拍金门的古林头战役，像那会拍败？迄阵国共内战迄站吼，你会去？共军跟这个国民党军哈，因拢讲黄埔军校毕业的，因为迄当时的黄埔军校是苏联出钱，佮出遐训练的遐武器哦，遐枪，蒋介石做校长，周恩来是做教务长，所以伫国共内战，现在。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因为阿强啊、毛泽东、因这边的军官，拢知影你国民党拢用什么部，你较早的部拢伫黄埔军校教出来，拢共款。啊，而且毛泽东较厉害，伊较会晓做情报工作，伊安排真济这个匪谍啦吼，伫蒋介石的边啊，包括因迄个什么汤伯温。包括在这个作战参谋，你军事推演的时候，那些战略战术，拢和这个匪谍知影样。所以你要安怎整，你用什么兵，共军做了解。所以唔该，兵败如山倒，一直撤退，撤到位台湾，撤到剩金门还袂失去。好，那么阿强要摕金门的时候。派迄个岳飞，这个岳飞啦吼，叶姓叶的，啊，因为就算讲啊，我若呛声，讲要摕对一个所在，国民党就进攻，就是家己先走了了呀，去拢免啥怕，所以呢，轻敌就讲啊，我来要摕金门啊，弹丸之地，遐大片规个中国都拢我摕来，我要摕金门，敢摕袂起，足轻敌，收集一寡遐个。航船啊，迄个机帆船好无？古早因个渔船啊，拢作龙哦，拢个啪迄款机帆船呢，万船齐发的部队共军就运过来。伊唔知影讲，守军已经换，咱台湾军迄阵孙立人伫凤山基地所训练的台湾军，一输已经调去过金门。咱这台湾军还佫有日本精神。还有一款不怕死的精神，那个国民党已经为长江摆来到台湾，他们那些老欧啊，都是打输招赢，都不敢收钱，都在走阿强阿六的，所以他们没有战斗力，没有士气，没有勇气，所以那些老欧都是秘在坑道里面，秘在上深的拢叫台湾冲完兵，咱台湾叫做冲完啊兵，冲远是啥物意思？有一句话叫做滥竽充数，无？咱迄阵的台湾兵对因来讲，唔是正港的兵，或者冲完啊兵，咱拢讲冲完啊有无？好，冲完啊兵就是，唔是正规伫中华民国国军的编制来的，安尼，或者冲完，叫咱台湾军，用这边是要过，为了要过台湾。所以这个战线咱来顾好，所以拢咱台湾军咧拍，连指挥官都换人啊！指挥官换日本的军官，换啥物人？换一个根本部将军啊！日本迄当时伫东北咧，看共匪咧小战的，诶，长胜将军，伊足知啊啊！白团对，诶，迄阵尾啊，简称白团。迄阵蒋介石派特使、派密使。去跟这个根本国谈判，去个要求讲，你来跟我斗三工，
所以因来了，拢换做中国名，根本无将军改做林本源啊、哦，林本源。啊，伊嘛就伊一寡较早伊遐参谋做起来，啊，拢穿中华民国国军的军衫，化做中国军就对啊。啊，而且有内幕啊、哦，有交易的对啊。因为蒋介石知影讲，伊若要去靠伊中华民国黄埔军校这个系统，金门一定收袂起来，所以派迄个来了，整个战略布局无同，规个兵啊已经唔是中国军，是台湾军，所以阿公阿来起来靠些靠些，迄阵，比如到尾啊，知影讲蒋介石偷唱波啊，唔到尾啊要求加白团。这简称不然，这个军事顾问团叫做白团，好、哦，啊不然啊美军顾问团开始入来哈、哦，啊，迄当时用来用口袋战术，就是根本无将军要求讲，你海王呀，惊啊秀，他们轻轻啊拍一个落啊，得撤退，开一个口袋，开一个缺口，和共军入来，共军你就讲。怕国民党灌机灌机啊，拢嘛长驱直入啊，赶快呢，都弄我哩吧，唔知哩吧，口袋战术包起来，啊，咱台湾军拍死无退，伊唔知讲，嚯、哦，这人开无像国民党军安尼拢唔惊死安尼，拍死无走啊吼，啊就是安尼准甲金门收起来，吼、哦，佮掠足侪共军起来 ，OK， 好，这个是国共内战，你也搞清楚。这是要搁伫中国的土地内底咧国共的内战，哈、哦。现在因敢若敢拍金门马祖，唔敢拍台湾甲平湖，因为你来拍台湾甲平湖，就变国际战争啊，哦，这是国际战争。台湾是日本的，你拍台湾就是拍日本啊，好、哦、，OK， 好，那么。比占领区的国防，爱占领军来负责，所以台湾甲澎湖是美军咧守的。毛泽东头壳要清楚，伊绝对唔敢拍澎湖，因为你若要拍台湾，第一爱先甲澎湖退个，哦，这是一个战略要地。哦，所以毛泽东伫迄阵韩战爆发的时候，嘛要求所有的这个共军。你的海军还是空军，拢袂使对美国的第七舰队投弹，袂使甲拍了，对吧？包括迄阵八二三炮战，是美军第七舰队吼派伊的军舰，伫台湾海峡中线护卫，和中华民国的海军运补的船舰，伫美国的保护之下，安尼做为驶去金门，毛泽东拢唔敢叫。那个，伊个海军还是空军去拍美国的第七舰队，唔敢，因为敢在拍咧代志大条吼。伊迄阵阿强个武器的实力吼、哦，绝对唔敢拍美国的部队哈、哦。好，所以咱台湾甲平哦，国防安全是美军爱甲咱负责，所以照讲咱免买武器，嘛免去做兵，哦，你了解？美国去占领琉球，无叫琉球人去做兵，无叫琉球人甲美国买武器，无。赶快，2003年，英美联军去甲海山政权推翻了，占领伊拉克，嘛无叫伊拉克人来做美军，嘛无叫伊拉克爱甲美国买武器，无。好、哦，好。那么你看蒋介石吼，拢、哦、穿军装，重要庆典会议就伊拢穿军装。因为伊知影伊是代理美国军政府来占领台湾，你敢捌看过蒋介石穿西装？捌看过野手啊？看嘛，拢无嘛吼。其实伊捌穿吼，好啦。1960年，迄阵美国总统艾森豪来访问台湾，蒋介石去松山机场甲迎接。啊，你看，蒋介石吼穿甲足正式个。这个军装哦，五星上将，啊，等到伊个头家穿西装，
OK， 好。那么，请谢总指挥离开台湾去访问菲律宾，跟迄个菲律宾的总统基里诺合影，包括蒋介石去访问韩国，跟李承晚，哦，因为这个总统合影的时候嘛是请谢总，伊离开台湾，伊就唔是军政府的头头啊，处理等于百姓啊，所以处理就请谢总哈。OK， 好，咱来做一个简单的小结哈。美国是一个法治的国家，一切拢爱依法行事哦。美国总统受国会立法哦，爱根据国会立法来行政。哎，那做不好，换你后边那个监督啊、哦，所以伊唔敢违法。所以1996年台海危机的时候，克林顿总统要依照台湾关系法，赶紧派兵来保护台湾，配合。伊若无出兵保护，等到是违法。哦、OK， 好，国际社会拢了解台湾正港的真实的国际地位，到咱台湾人去学国民党教育欺骗，用假历史甲咱教咱台台个拢叛逆，哦，拢看袂清台湾的地位。台湾真的是有蒙在鼓里啊！咱以上所看的这种种迹象，证明美国一直在管辖治理台湾当中，这是进行式，拢无停。第二，你若小可咧骗你，美国就出兵来咧来咧动，来咧下指导棋啊！现在小英今仔日爱去美国 interview， 伊啊面试。2012年本来小英会赢。三猪小猪好气势旺噶，稳赢。但你会记，咱2012年，我会记敢若1月12日，还是1月12日投票嘛？啊，咱伫只办台湾民间的迎新会，对不？忘年会，咱秘书长伫台顶宣布讲，小英的输80万票。那是美国甲咱秘书长讲啊，咱秘书长要讲，这个话呐，考虑足久的。到底有影无啊？看气势，小英晓应该爱赢，哪会阁输80万票？结果票开出来，这是阿未投票前10几天，秘书长伫这广场讲的。我迄阵嘛半信半疑，敢有影啊？都看到敢那小英会赢，气势遐好，马英九做个遐烂，台湾人敢目睭拢青眉。结果真正输79万，敢那6000几票。就要求准呢，就是小英去美国，2011年去美国访问的时候，伊无要承认9二共识啊，嘛无要承认这个一个中国对啊。啊，所以美国定义完了，对于完了有问号。那么美国嘛就是讲，啊马英九我靠操控，好啊。你知影民进党的人拢看眼偏，不受，较无受美国的控制，所以到尾啊，就你讲也是个马英九做吼，可能马英九做起码袂惹代志，袂替我美国惹代志，因为我阿要无用中东啊，无用伊朗啊，要无用北韩，啊个乌克兰有无？迄、那个克里米亚在俄罗斯的代志，所以。伊根本稳扎稳打，佮一个伊可以操控的马英九当选，所以小英阿袂离开美国，去美国访问阿袂离开美国，美国的这个外交系统，就去甲英国的这个什么经济，这个经济什么杂志的报社的甲泄露消息讲，美国已经。放弃小英，哦，较支持，唔是讲放弃，美国较支持迄个马英九，哦，较会当互台海较和平。美国是以美国的利益，唔是看咱台湾人的利益。美国拢先甲以美国的利益排第一名，所以伊牺牲台湾人的人权也好，哦，各方面。所以咱甲进方关70天啊，台湾人。啊，无法度脱离这个掌控，所以秘书长找到这条路，告美国，
我认为讲是上好，第一不流血，哈、哦，只要把咱头壳内底国民党黑只毒素本着清好清楚，咱就会当替台湾找出一条生路，哈、哦。那么美军拢无离开台湾，一直咧占领中，只是美国伫台湾只重要的这个军事设施内底。拢请变动，伊袂使阁，因为伊跟阿强啊建交，就是讲爱从台湾撤军。但是事后还阁是派一挂重伫重要所在，监听站、吼、哦、雷达站，还阁是美军直接掌控。好、哦，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今仔先讲到这，明仔再继续。多谢各位，谢谢。